临兵斗者破，临兵斗者破。临兵斗者破，临兵斗者破。你谁啊？师妹，你没事吧？别过来！常师兄，小师弟，你还记得师兄的名字吗？你没有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向我死？我为什么要死？为什么我就不能活下来？啊！你在这个皇宫里？哦，你就是雄奇的爪牙，村子就是你屠的，是吗？12年前，在天师阁。我处处受你们压制，这12年来，我忍辱负重，潜心修行，为的是这天下的苍生啊！一旦主公大法炼成，这天下便都安宁了。师兄的良苦用心，你怎么就不懂呢？啊！天下苍生。你想放穷奇出关呐？穷奇一旦出关，整个世界将是人间炼狱，所有人都得死啊！何来的安宁？行了，看在你我师兄弟一场的情分上，我饶你一条性命，滚！12年了，你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师叔，小师叔。